兄姊妹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华人教会，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安静我们的身心灵，为今天的崇拜做好准备。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甘愿上了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因他复活，我们得了新生命，也有永恒的确据，这是最美的祝福。使徒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今天，
我们就以这一首《十字架》来为救恩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我的意志，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比普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将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下面我们继续站立，同唱主来圣诗万般之首。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很快在这个你的受难的季节要到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感恩你给我们这无比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主啊，这何等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实在是不配。今天我们在你的殿里来敬拜你，让我们回思我们过去一周的心思意念，主啊，不讨你喜悦的，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看顾我们在新的一周在生活工作当中能够继续荣耀你的名，也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众弟兄姊妹中间，让我们彼此相爱，世人也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丽的主日清晨，我们能够在这里唱诗赞美你，能够聆听你的道，这是何等的福分。
也求你施恩怜悯，在我们众弟兄姊妹中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你保守带领他们，医治他们。也特别为过去一周中我们英文堂两位老人过世，我们的姊妹，主啊，你安慰保守他们的家人，也让我们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主啊，让我们继续的荣神益人，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也感谢我们众弟兄姊妹在同心侍奉的路上，主啊，我们能够携手同行，让我们一起来侍奉你，在教会里让我们同心侍奉，让教会的事工能够顺利的进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在这里因信你听到福音而得救。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样不配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同声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下面请诗班献诗《恩爱救赎主》。
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牧师正道，十字架为前导的基督徒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诚实，以真理来敬拜你。主，你是我们的真理，你是我们的道路，你更是我们的生命。这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引导我们来敬拜你，引导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借着今天所要讲的道，你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也更多的知道我们如何思想十字架，如何在十字架的下面来过我们的生命生活。所以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可以了吗？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要读几段圣经啊，我们声音可以调小一点吗？不要太大声了。我们今天能给大家继续用十字架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思想如何使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的一个前导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平常我们可能很少会思想到这个东西。好，我们现在来读今天的圣经我要从加拉太书几处的圣经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章十四节第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保罗这么对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这么说。第六章十四节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我们因为这节圣经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我们大家一起读，预备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好，我们再读另外一节圣经，在第二章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这节圣经很多人都很熟悉我们也是一起来念。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好，为我，好，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好，我们再读另外一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这几节圣经都是相关的哈，都是有关联的。第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也是一起来念哈。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再读一次。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在保罗的思想里，在保罗的传道生涯里，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十字架的重要啊，所以他不断的要提醒我们这个十字架的重要性啊。所以今天呢，我要从这个十字架，我过去几个礼拜讲到这个十字架，我用讨厌的十字架这样的题目来跟大家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但今天呢，我要从十字架跟你我的切身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十字架对每个基督徒的必要性还有重要性。我们都读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定义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说，福音的根本就是十字架。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也不思想这个十字架的意义甚至不看重这个十字架，那么基督的救恩事实上来说是对他毫无功效。英国十九世纪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做 R.C. Ryle，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哈，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他过去所读过的圣经对他没有一点用处。哇，这句话讲得非常的严厉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思想十字架，没有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不看重十字架，你不管读多少圣经，其实都是没有功效的。他这么说呢，他说这样的人呢，他的信仰就像没有太阳的天空，没有真的罗盘，没有发条的时钟啊。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钟不需要发条，我们是那个 digital 啊，我们是数位的啊，但是过去的表或时钟啊要上发条，没有发条的时钟是什么东西，或者是没有油的灯啊，我们用一句台湾话来说啊，就是过期的药膏啊。我说过期的药膏什么意思啊？过期的药膏什么意思啊？没有用嘛，没有效果啊，没有效，无效。如果我们真的不认识十字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里面很少有十字架，那就像这个牧师 Ryle 牧师所说的，我们的信仰毫无功效可言。一个人要真正明白基督教的信仰，必须从十字架来开始。如果教会不讲十字架，或者不把十字架的道理说清楚，让每个信徒都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就不是保罗当时所传的福音。我想很简单的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今天十字架在教会里不被重视，很少讲十字架的道理，以至于信徒的心中也不明白什么十字架。十字架在信徒的心中没有什么地位，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记号而已，是基督教的记号。我认为啊，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啊，
第一个，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人讲求的是一个素食的啊，素啊，就是素食面哈、啊，这个素这个一个啊，快速的能够达到你的你所你的要的啊东西。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十字架的福音被更改了。十字架的福音怎么被更改呢？啊，我想到有六点，跟大家分享参考。第一点呢，在今天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我们人啊喜欢的福音是令人容易接受的福音。这种福音强调我们只要接受洗礼啊，加入教会就得救了，可以等着上天堂。我们要的是一个很容易的福音，这是第一点。第二，有些人强调道德行为的福音，这样的福音告诉我们说，圣经是一本道德性的书，我们只要效法耶稣爱人的精神就可以得救，其他的不重要，我们只要讲爱，不要讲太多的道理，然后就把十字架丢弃了。第三，是一种宗教性的福音，这种福音强调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一样都是劝人为善。第四，我说它叫这个打折扣的福音啊，这种福音也告诉人，哎呀，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强调耶稣的能力啊，耶稣啊非常有能力，你只要相信他，你只要向他祷告，有求必应，因为神要他的儿女在地上做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你只要求，他会把你所要的东西赏赐给你。第五，有一些福音，我说它是这种加油加醋的福音啊，加上很多的味精。他们说圣经是古老的东西，我们现在是新的时代，是进步的时代啊，我们现在要更新的，有更直接的启示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就强调我们要能够说预言，我们要说方言啊，还有要有圣灵的能力。第六啊，我称它为借尸还魂的福音。什么意思？就是把很多民间我们过去的信仰，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认知，把这些信仰的元素加到福音里面来。这样的福音都不需要十字架，但是今天这样的福音充斥着宗教的市场，甚至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但这些所谓的福音都不需要十字架，他们不需要耶稣钉十字架的信息，不必要讲论十字架的作用。这样保罗说，基督是突然死了，基督的死啊，突然死了，这是保罗说的非常严重的话。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十字架的信息在今天不被重视啊？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这样子感叹的说，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这个无或者无知的你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啊，为什么基督徒今天不重视十字架，看清十字架？我也大概把它归纳成为四类。第一，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追求主观的感觉，我们追求属灵的经验胜过认识客观的真理。我们要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客观的跟主观的，我们要把客观的真理放在前面，但是今天人往往忽略这个客观的真理，他们要求，他们在追求一种主观的感觉，主观的经验。我一直强调，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经历神这个字，圣经要我们的是一再的强调，我们要认识神，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如果我们只是重视经历，每个人不同的经历，你靠着这个经历所认识的神，是你自己所认识的神，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这是第一点。我们常常落入这个主观的经历这种迷失的里面去。第二，人今天的人喜欢追求世上的智慧，包括很多人很喜欢读圣经，他们读圣经到他们要追求那个圣经里面的知识，他们讲论神学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忘记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属天的智慧，不是用人的头脑自己去明白就可以。第三，今天的人喜欢追求能看得见的能力还有荣耀。我上次讲了神学有两种，一种叫做荣耀神学，哇，就是强调成功，强调荣耀，自己的荣耀。但是另外一种神学叫做十字架的神学，这种苦难的神学，若不经过苦难，我们就得不到那一个冠冕，那个真正的荣耀。若不经过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今天的人常常追求看得见的能力还有荣耀，胜过追求十字架的顺服与谦卑。最后，今天的人追求今生的享乐，胜过追求永生的盼望。特别是在我们富足的这种自由富裕的社会里面，我们追求地上的享乐，地上的权力，地上的富贵，我们常常想要能够多留在这个世上多几年啊！我希望能够永远住在这个地上，是不是？我们都喜欢长生不老啊，长生不死，啊！我们常常忘记了神所要给我们的那个永生的盼望。这是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追求，当然这没有错，我们追求身体的健康，我们希望能够多活在世上多几年啊，我们看重这个世上的日子，胜过对将来那个永生的盼望。这些都是造成今天我们轻看十字架的原因。十字架很自然的成为多余的东西，甚至成为传福音的绊脚石，福音成为麻烦的制造者，最好把它丢在一旁，或者更改十字架的意义。这是今天教会的现状，我必须很坦白的这样说。其实魔鬼最怕我讲十字架，讲耶稣的复活，因为那是他被彻底击败的地方，那是他最害怕的东西，啊！但是不要把十字架当作是驱魔的那个工具啊！我的意思是，撒旦最怕这个东西，因为那是基督徒最强的武器。我们尽管去敬拜赞美，尽管去讲爱，尽管去讲祷告禁食，尽管去讲神迹奇事，尽管去讲医病赶鬼，尽管去讲祝福，只要不触及十字架，魔鬼都不会干涉，甚至非常欢迎。只要不让基督徒太清楚十字架的意义，牧师不要讲十字架，讲一大堆耶稣如何爱你，如何有能力医治你，如何怎么样，即使教会坐满了人很热闹，魔鬼都可以高枕无忧。魔鬼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基督徒讨厌十字架，让基督徒轻看十字架。很多人甚至说，我不要谈这个东西，太麻烦了，太复杂了，人不喜欢听，让人把十字架当作装饰品，当作保平安的东西，让基督徒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想十字架的意义。这是魔鬼模糊福音焦点的一个策略，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也附和这个策略，这样就把福音简化了，好让人容易接受，让人只是在意一些外在，追求外在的现象。
所以今天要回到属灵的复兴，我上次讲过，要回到属灵的复兴，我们要挖掘从前使徒们所说的那个十字架的道理。你要把那些遮盖，把那个十字架的井填满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挖出来，让这个十字架的光芒、十字架的道理能够显明出来，让耶稣基督的活水能够涌现出来。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主轴，也是保罗所有书信的焦点。他说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不只是救我们得救的开始，更要引导我们每天每时的生活。我更大胆地说，我们今天常常说求圣灵引导，圣灵要如何引导我们啊？我们要清楚知道圣灵怎么引导。圣灵引导我们不是给我们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哎呀我今天看到的什么东西，哎呀圣灵引导我，哎呀我这要去，我是不是要接受这个工作，哎呀我做一个梦，哎呀圣灵告诉我不要去，不是，圣灵不是这样子引导我们。圣经从来没有说圣灵这样子引导我们啊，让我看见什么奇怪的现象，那个不是圣灵的引导，不是。圣灵的引导是让我们不住地想起十字架，想起神如何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将我们从黑暗罪的权势里拯救出来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非常明确，不要被蒙骗了啊！一天到晚强调圣灵圣灵，不，圣灵重要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不住地想起十字架，帮助我们明白十字架跟我的关系。所以这位伟大的使徒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曾定了主意，下了决心，在你们中间我不传别的，只有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两句话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在保罗得救以后的一生当中，他的心思意念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要从保罗的身上来看见这个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啊，因为保罗看这个十字架跟他的关系，从那个这样子的关系，我们也来思想今天我做一个基督徒，我跟十字架的关系。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哇，保罗说这个话，哎，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伟大的使徒，他说就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这是什么意思？就我而论，从我的角度来看，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已经不重要了，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是死的，我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世界而论，如果你从世界，从一个不信神的人的角度而看，哎呀，过去我有很多的这个世界的朋友，但是他们现在看我是怎么看我呢？就世人的角度来看，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简单的说，保罗知道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他和这个罪恶的世界，和这个黑暗的世界已经完全脱离的关系。同时也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和主耶稣基督产生了一个紧密而神秘的一个联合。这是十字架对保罗的意义。为什么说是神秘的呢？一个神秘的联合，因为这个脱离世界，哎呦，转而去结合与基督结合，这样的行动都是在一个死的过程来进行，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我和罪的权势和这个世界脱离的关系，也借着这个死，我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这是保罗的生活，保罗的生命，他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分开跟联合的基础上面。弟兄姐妹，这是创造的意义，你听过没有？创造，什么叫做创造？你要创造，你要先分开，然后要联合。啊，我们在读创世纪，啊，礼拜五晚上我们在看创世纪，创世纪神的创造，前三天就是什么一个行动，就是分开。你要把那个错误的，把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丢掉，把它分开，然后不只是分开啊，分开就没有意义啊，没有用。你要跟一个正确的，跟一个宝贵的东西要联合在一起，这叫做创造。啊，要先分开，要先破坏，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把它丢掉，把它破坏掉，重新组合，然后你要去联合，跟一个正确的，跟神，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这是达到一个创造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保罗的生活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分开跟联合的基础上面，这是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基督徒生活。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题目。我刚刚说这是一件神秘的事，我们人很难去明白，这是一个奥秘 ，a mystery， 这是一个奥秘，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也不容易讲啊，除非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但愿今天我所讲的能够帮助大家去啊思想。好，什么叫做以十字架为中心？其实我另外一个想法是以十字架为前导，啊，十字架在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以十字架为前导的一个基督徒生活。首先呢，我们要问自己，今天我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我生活的中心，什么是我心里认为最重要的事？这个是成为我判断任何事情的依据。我的时间的安排，以这个中心来设定那个优先顺序。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现在你的生活的中心？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什么是你生命的中心？有的人呢，把工作作为他的生命的生活的中心，哎，所以每天早出晚归。啊，我过去在做生意的时候就这样子啊，早上很早就出去了，然后晚上哇很晚才回来，啊，每天就是想着赚钱，啊，那个是我生命的中心。还有啊很多年轻的人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准备这个大考啊，我们叫做联合招生大考的时候，是不是？哎呀，爸爸妈妈都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想，你不要做家事，你不需要做这个，你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考试考好，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家里的最有什么样最大的人哈，啊。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在旁边，收音机开很大声，你有权利跟他大吼说：“把收音机关掉！”啊，因为现在那个考试是你生活的中心，任何妨碍这件事情都是你的敌人。那有的人呢，把他的工作、把他的研究发明当作他的生活中心，啊，像那个发明大王爱迪生呢，啊，听说他有一次啊，
他整个头脑都在他的发明呢、啊，是不是？然后所以把那个甚至把那个手表当作他的午餐拿到嘴巴里面去吃哈、哦，啊，还有、啊、还有，当然很多每个人都有不同，他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啊，为了这个中心，他可以废寝忘食。还有啊，很多人以他的信仰为中心，啊，他的那个宗教是他的中心啊，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啊，你们知道有一个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很，在中国有一个啊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李叔同啊，你们听过没有？李叔同，啊，他李叔同你们知道他，我们最常知就他有一个。啊，有一条歌啊，你们知道不？那个歌叫什么？啊，啊，送别，送别，对不对？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个人哈、啊，他是才子啊，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啊，啊，两个人非常的相爱，就回到中国。哎呀，李叔同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初代的这种啊社会非常贡献非常的多。但是他后来呢，热心于这个佛教、佛学，所以他就决定要出家。出家呢，他要做，首先第一步要做什么？他叫他的太太回去，回到日本去，还有儿子回去，回去，啊，我现在要去出家了，我要追求我人生最高的目标，啊，所以他可以放弃他的妻子、儿女，他以他的修行为他的中心，人生的目标，甚至可以为这样子抛妻弃子。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在指挥你的生活？其实这是我们，也许我们没有想到 啊，但是这个中心不知不觉的在指挥你的生活，指挥你人生的方向。这是这个世界的人很普遍的现象，每个人都拿自己心里以为最重要的东西为中心在生活，这个中心是你人生的目标，有人把这个目标称为你的偶像或者是你的神。其实这也是保罗在他得救之前的情形，在保罗被耶稣的大光照射拯救改变之前呢，他以为什么为中心？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完美，他要做一个完美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热心遵行摩西的律法，他热心遵守犹太人的律法，热心到一个程度，他甚至以迫害离开犹太教的基督徒为正当的行为。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自己说的，原来做一个好的法利赛人啊，热心遵守律法都是很好的事，不是吗？啊，有的人喜欢打高尔夫球也很好啊，运动很好，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生活的中心，很多问题就产生了啊，你容易生气，你心里有不平，你有苦毒，哎呀，甚至你带来种种的麻烦，种种的罪，很多的罪就这样子出现了。这也是雅各书第四章一节所说的，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之中贪恋那个私欲来的吗？这也是保罗，虽然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教的信徒，但是结果他所做的事是迫害基督徒，迫害那些他以为不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保罗被耶稣的十字架改变了。在这个之前呢，保罗和当时的人很一样，他们讨厌十字架，鄙视十字架，谁敢在他面前传耶稣的十字架，他一定把他抓起来。但是当他被耶稣的光照以后，他清醒过来，原来那个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主。当保罗对耶稣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当犹太人说主啊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啊你是谁，你在哪里。
他知道那个用光照射他的是那位从前旧约所说的那位神。原来那个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主，他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位神。他原来是为我的罪来到世上成为人，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保罗从十字架看到自己真正的自己，十字架要让我们看到自己真正的面目。原来他从前自以为义的事，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是破烂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对他来说，十字架原来是非常厌恶的东西。为什么？我上礼拜讲了啊，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啊，就是暴露人最严重的罪，我们人最深的罪。十字架告诉我们，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受惩罚。十字架也显明神的圣洁，他的愤怒，还有他将来公义的审判。十字架更告诉人，无法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得救。甚至使徒们说，十字架是人唯一的拯救。我说这是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一个罪人不会这样子想的，一个罪人认为这些都是 nonsense， 无理的。十字架暴露了人本来看不到的罪，十字架暴露了保罗原来他自己认为的义，在神的面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这个罪就是人破坏的神原先创造的时候所设定的和谐，为人所定的那个位置。但是人不要，神所设定的是人必须敬拜他，渴慕他，以他为中心。当人把神从中心的位置，他的生命的中心的位置移开的时候，人就用别的东西，甚至用自己来取代这个位置，用自己为中心，以致神原来创造的和谐被破坏了，当然也就没有了平安。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所以你看，保罗当保罗认识了十字架以后，他就看清自己原来的面目，他是一个何等的罪人。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这人，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然后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就是第一号罪人。保罗原来是一个那么完美的人，他是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但是当他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看到的是，原来我的罪是那么的深重。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是罪魁，他承认自己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保罗没有立志说，哎呀，我立志要学习耶稣的好的教训，我要学习他的登山宝训，我要靠我的力量更努力的做好事啊，来讨好神。哎呀，我不需要十字架。他没有这样说啊，没有啊。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什么意思？保罗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十字架是我思想的中心，十字架是我生活的中心，十字架是我生命的中心。他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实践耶稣的教训，十字架对他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知道借着十字架，神已经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所认知的？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罪得到赦免，我们要领受一个完全新的生命。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他必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才有可能
实践耶稣的教训。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被从黑暗权势里迁到爱子的国度里的人。就这个十字架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跟我没有关系了，这个世界是死的，但是从世人眼光来看我的时候，他也看到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会再来找我了，这个人死掉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不要再去找他啊，去上酒家，去上什么不好的地方不作乐，哎，这个人死了，不要去管他了。就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而是我们身上那些残留的罪我们必须对付，我们必须常常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说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我啊！耶稣不是说背起十字架然后偶尔来跟随我，他说天天来跟随我。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是一个十字架的生活的模式，这是你的每天生活的新的模式。这个借着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蠢蠢欲动的还残留在我这个肉体上面的罪，这叫做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不再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一个忘记或是忽略十字架的基督徒，他的生活很容易就跑回到从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我们没有想过舍己是什么，我们觉得舍己这个字很简单啊，我们不信的人也说舍己啊，啊，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舍身啊，救人。但是耶稣所说的舍己跟我们一般世界上所说的舍己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人想的舍己可能就是哎呀我舍弃我的权利啊，啊，比如说我坐车的时候，我坐在这个位置看到一个老人家来，我赶快站起来，哎呀，我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啊。那有的人甚至我也可以牺牲生命啊，看到人家溺水了，我跳下去不怕自己的安危，我跳下去救他，结果丧失了自己生命。我们说这个叫舍身取义啊，这个中国的古书也说舍身取义，它这个跟圣经说的舍己有什么不同呢？大不相同啊，真的，有没有想过啊？耶稣说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的跟随我。舍己是什么？在原文里面，我们看中文呢比较看不出来，舍己的意思就是 deny self，否定自己，不是舍己，否定自己 deny self。 什么叫 deny self？ 什么叫你否定自己？很简单，就是把你从过去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一种想法，那个位置，你把自己放在原来的位置，在中心的位置，现在把它拿开拿走，这叫做 deny self。不是只是牺牲我一些的权利，甚至牺牲我的生命去救人，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舍己的意思。圣经的舍己就是 deny， 否定你自己，把你自己从那个中心的位置。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以自己为中心取代了神的位置。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舍己，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回到原来神给你的位置，不要把自己放在中心。你现在要迎接神回来，在那个中心的位置。舍己不单是 deny self， 你要把神放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你要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这叫做舍己。然后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一个以十字架认识自己的人，一定开始过一个
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中心，十字架成为我生活的前导。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例子？我们是不是用十字架来检验自己的生活？怎么样透过十字架来思考，来检验自己的生活呢？啊，我举两个例子来结束。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的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夫妻之间的情形有什么差别？如果一个以十字架为前导的一个夫妻的生活，跟一个不以十字架为前导的夫妻的生活有什么差别？我们知道夫妻之间冲突常常有冲突，不是你得罪我就是我得罪你。如果我们不以十字架来看的话，我们常常只是看到对方的错，对方的不好，看不到自己在这方面，在这个冲突里面的我的贡献。我们常常拿世人提供的方法来解决。哎呀，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台湾呢，有一个很杰出的这个学人叫做胡适嘛，哈，胡适提出怎么样的啊？哎呀，做太太的要怎么样啊？三从四德啊，啊，三从就是什么？顺从、跟从、盲从。我忘了四德是什么，还是说根德啦什么？哎呀，你反正听起来好像很不错，是不是？但如果我们以十字架的镜子来检验的话，我们会怎么看到呢？我们会看到，其实没有任何得罪我的罪大过我得罪神的罪。因为这个罪必须以神自己的儿子来解决，来为我承担。所以当我知道神借着十字架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我能够不赦免别人了吗？何况是我最亲密的配偶。神对我宽容，让我也愿意对别人宽容。神改变我这样的罪人，使我也相信他也能够改变其他的罪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在家庭里面怎么样用十字架来检验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一个团体来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十字架来思想。我知道很多教会哇很热衷在建堂，哎，我们不需要建堂，我们本来就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礼拜堂啊。那很多教会他们哇很热心在建堂啊，啊，你一说要建堂，大家马上捐款，哇，很热心，然后大家非常热心。哎呀，我们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礼拜堂？哎呀，这个礼拜堂要有多功能的啊！早上敬拜神，下午变成运动场，哈哈，变成体育馆，啊，让年轻人可以活动。哇，很多人有各样各样的这个意见，啊，也造成了。其实后来啊，我看到有些建堂啊，都造成教会的分裂，啊，大家后来本来是很高兴、很热心的。到后来就互相的吵架，互相的这个啊就离开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十字架的下面来做这个事情呢？首先我们可能要先检查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有没有神不喜悦的事在我们当中，我们配不配盖这个礼拜堂啊？你看神甚至不让大卫盖他的圣殿了。我们建堂的动机是不是纯正，是在荣耀自己还是荣耀神？我们在做法上有没有亏欠神的地方？我们是否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耶稣用自己的血在十字架上所赎回的？我们是不是重视教堂的这个建筑物胜过基督的身体本身？基督身体的建造，这些都是我们在十字架的下面要首先思想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在做每一样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经过十字架
来思考。保罗说过，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哇，有的人说保罗好臭屁，要我们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但是你知道，你如果知道保罗要效法基督的什么，你一定会说，哎呀，算了算了，我不要了。你知道保罗说他要效法基督是怎么效法的吗？他要效法什么？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要效法他的死。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说我要效法基督的死？保罗一生要学习耶稣的死，也就是说，他一生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也要我们这样的效法他。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把自己献在上帝的祭坛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明白十字架，你首先要明白这个十字架背后的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十字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两根木头交叉，不是，这个两根木头的交叉的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神伟大的救赎的故事，从他起初的创造到他将来所要完成的这个新天新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被这个十字架背后那个故事来更新而变化，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是天国的心思和意念。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有神特别的旨意，主耶稣说我们在世界里却不属于是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很严肃的来面对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这是种与收的事，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我们将来结局决定于我们今天在世上种了什么。是我们是顺着圣灵撒种呢，还是顺着自己的情欲在撒种？所以保罗要我们过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他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凡要做我门徒的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好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借着你的宝血罪被洗清，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经常想到这个十字架的功效，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好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我们不是单单注意表面的事情，我们乃是注意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被这个十字架更新而变化。求主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感谢归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请会众起立，我们同唱回应圣诗《在哥哥他》。我自出为我世界喧哗，在歌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收奉献的姊妹们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父神，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你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我们荣耀尊贵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的神，你们丰富地厚赐我们。今天就让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上为你的事工所用，求主喜悦我们的奉献，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正直乐意奉献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让我们看大堂的左侧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请你站起来，我们好欢迎你。
好，大堂的右侧呢，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好，那边有两位，有好几位，我们欢迎你们，请你们做一简单的介绍，就是您的姓名和从和哪里来。啊，弟兄姊妹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是从盐务城来孩子度春假的，然后上这里来旅游的。那我的名字叫霍俊岭，这是我太太李琴，还有弟兄毕中和、刘涛姊妹。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愿神保守你们在这里的脚步，保守您一切平安。请坐。好，我们看这一侧好像有好几位我们的小朋友。这个 Christy 跟 Charlie 也带来很多小朋友啊。我的名字叫张元，我从北京来的。我的名字叫刘恩哲，我来自福建。我的名字叫做李雨欣，我也来自福建。我的名字叫李雨辰，我也来自福建。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OK， 看这一次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那么楼上呢？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哎，没有。我们麻烦你们再重新站起来，我们一起好唱欢迎歌，欢迎你们，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来祝你真心欢迎。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来祝你真心欢迎。请坐。好，下面是报告的时间。今天呢，报告的事项比较多，有些呢事项就请大家注意浏览那个大屏幕上的，我可能会做很简单的报告。今天的献花是由 V. Barreto 所奉献的，然后下一个就是复活节主日的百合花的奉献，请10块钱一盆百合花，就是复活节主日崇拜以后你可以带回家。然后呢是复活节的早餐会，就是4月9号，我们是在联合崇拜之前呢，给我们教会的惯例和传统，我们是有中英文堂联合的叫复活节早餐会，就在体育馆和外面的草地上。但是我们需要登记你的姓名和多少人参加，在大这个走廊里会后请登记。然后呢下一个主日4月2号也是年度的宗旨主日，同时呢也是圣餐主日，请弟兄姊妹们预备身心来参加下一个主日的崇拜。特别的，如果你家里或者朋友他们有这个棕榈树枝呢，就请你带到教会来，让我们在崇拜中可以使用。注意看日期是4月1号星期六，你能够送到这里，我们到时会有很多水桶在这里，可以留在那里。然后还有今天的靶心射箭活动，请你参与大屏幕。最后呢还有一个教会还有几项，就是会员的通讯录，在我们的教会的那个正门口呢，大堂门口那里呢，去看一下教会那个通讯录，特别是主要是会员的通讯录，如果你在上面就请打勾，你没有在上面填写你的名字和一些联系的方式，以便我们教会的跟进关怀事工。最后一个就是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我们的体育馆，现在因为这个幼儿园的大楼在整修，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呢，幼儿园呢他们的教室就搬到了体育馆的场地上，幼儿园呢已经把一些设施已经放在那里了，请大家去体育馆的时候特别留意，不要移动他们，不要搬动，那是体育馆，这些都是根据教育厅的所有要求布置的，所以你看到我们上一个星期清理了很多那个不必要的家具出去，那就是有要求的。如果你自己有小孩子，也特别的请你留意，不要让他们去动那些幼儿园的设施。
特别的感谢，这昨天呢，我们因为这个幼儿园要在我们体育馆里，所以以前我们体育馆那个木地板都是有 cover 的。昨天呢，特别感谢我们泰格弟兄组织了一帮弟兄姊妹们来 clean 那个 cover 体育馆那个我们叫什么保护垫，那个在因为 COVID 以来有三年时间放在那个柜子里面都没有打开。昨天泰格还有 Tom、家辉、Andrew。还有云峰和振华，他们都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在把那个拿出来，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做的清洗，非常的干净，感谢主，谢谢你们。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在我们如果中文堂或者英文我们联合崇拜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在最后有这个殿乐，就是末祷，我们一般的讲末祷散会，在殿如果有殿乐的话，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静坐默祷，等那个殿乐结束以后，就 Esther 姊妹她的殿乐结束以后，你再起身离开，不要在殿乐中就大家已经四散了。OK， 就是要殿乐中，请你保持在你的座位上默祷，殿乐以后再散会离开。谢谢大家。牧师有不亮。好，下面起立，我们同唱三一颂。愿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请刘牧参加主日学，请坐，默祷散会。